都被人家追过了，日本右轮啊，日本右轮，你看越来越大，我怕一点。我手机亮光的，整条船灭去了，怕一点。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还怕说他已经进港了，没有，结果一看那个还在外面。哎呦，你也有那个玩意儿搜索啊？有啊。我完全不懂，帅哥没事，给我一。自己的名字叫 Honolulu Bridge， 就是他多一个，他那个 K 代的船，他都会多一个桥，桥之 Bridge 桥。这个停几号码头了？请问一下他都是停在那个啊，就是阳明啊。就是那个第六货柜，就是那个111号吧？不是111号，不是110。这个什么公司租的啦，帅哥？记打高分啊！你看他什么柜子都有。什么公司啊？就万啊，万的公司啊。万他自己有公司啊？有啊。万啊。啊，他 W 啊 ，O N E 啊，有没有看到他那柜子是粉红色的 ？H M M， 这个是很大一条船的。